大吉。他在哪里？嘿嘿，晚上咯，隐形露在哪里呀、啊？不见了啦，这里没有路哎、欸。哦，在哪里呀、啊？我们远远。哦，越来越近咯。诶，不会，这里可以继续走。哎、欸，巧克力屁股叫出来！不要，我屁股不是留给你的，不留给谁？哇！你喊着屁股，结果正面上我，这个变态！先敲晕带回家，再慢慢拆解。哇，好可怕！我的魔体技这么溜，好可怕哦！差一点点时间。对啊，应该多留几张。很酷哎、欸，那个组合技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用。对啊，圈这是会动的吗？喂，等下我要登出。都会动。对啊。洋洋是不是没讲话、啊？对啊。对啊。嗯。是不是都走沉默路线啊？他今天是沉默的，好吧？沉默路线，沉默的，今天是高冷就对了。那高冷，高冷，高冷，高冷皮，冷冻皮，刚走人都不拿出来了。冷冻皮，我们接下来挑战母汤沼泽，母汤，对，因为这个很小，所以就一样，先回归一下狼人两只，好，四个村看看。没有问题哦。好，晚上无敌开启好了，所以不用怕砍到彼此，好不好？好的，好的。你晚上也不能丢药水了吧？对，对啊，晚上无敌。好，是什么？因为无敌。嗯，是倒霉蠢蛋吼。今天是不是走和平路线啊？那我是真的。好，请吃饱了。箱子在哪里？箱子在哪里？我家有什么？怎么了？你干嘛？杰哥，杰哥有问题，杰哥跟我抢玻璃。这有箱子吗？箱子在哪里？我拿到玻璃，谁能相信啊？抢了我两个玻璃。哦，洋洋不说话，有嫌疑。哎，被他抢走了。那是我的，抢不到。哦，有了耶！有一些在那个蘑菇树上。嗯。哎。哦。嘿。哎，怎么掉下来？好酷。感谢超级小气点，感谢。那里有哪里有箱子啊？有，在房子里面有，房子后面也有。自己找起来。其实蘑菇下面也有。如果死了第三集。哎呦！哎、欸，干嘛？你干嘛？人进来，救我！救我！啊！他杀一个了。他杀一个了，他已经不能杀。他自己都是替身攻击。现在发光的都是狼哦。人都死了，你们加油。音乐是好人。小雨是好人。音乐是好人。我有五个玻璃，一个。我有幽灵。小雨，你小心，幺幺在后面。我是幽灵，幺幺幺幺，不要小雨小人。幺幺幺，后面吗？来了，来了，音乐来了。哎、欸，你们那边好刺激哦！我感觉看到快死了，你看，哇，三个炮不同方向，看到对谁？狼吧，他砍了一下没死、欸，没有蠢啊，这场没蠢啊，这场没蠢吧？这场没蠢啊，因为砍到的是另一个狼吧？谁砍你啊？我不知道，没砍到你，砍一砍两只啦，已经死两个，神秘。对，我又零了吧？恐怖，好恐怖，一个人死了，恐怖。哎，这边有中介之眼哦，我七个玻璃了。不错哦，不错哦。八个玻璃，我八个玻璃。等一下，工作台在哪里？狼人晚上无敌啊。对啊，工作台是无敌的。工作台，那为什么我死掉了？你是狼人啊？啊，这有工作台。对啦。来小屋这边。你是狼人啊？哪里来个小屋？小屋很多啊，但是可能没有开好。哎，可是我刚看我用发亮的时候，跑酷那边跑酷这边的小屋，我摔死了，好白痴啊！无敌，哎哎，这给你，这给你，越，这给你。快说，那你跟作者去聊啦，好不好？你们可以去聊一聊，对。伤心。
伤心欲绝。等一下，等一下，下一天吧，时间快到了。好好好好，我摔死。打两个，对对对对，太好笑了。杀两个没问题，好不好？好好好，团是狼人，团是狼人，可能你的同伴没办法杀。哎，瞬间那个了，哦，瞬间结束，哦，好快哦，你们道具。我刚好找到一个玻璃，超快的。我刚刚丢给小雨，我看到斧头准备劈下来了，我已经准备要把它劈下去了。成功拯救你了，谢谢谢谢。对啊。反击我手机，发着光跟影。哦，好了。狼人的那个无敌是抗性吗？还是什么啊？抗性好像摔伤不会，还是会那个，对，还是会受伤。跟轻影不一样。对啊，二零会做地图吗？你懂指令吗？我们现在告诉你。会吗？我也忘记了。不然那个无敌怎么做的？嗯，是。两个坐着打架。打架，打架。哎，大家记得不要再摔了，好不好？哎、欸，二零，你是为了怕发光才拿下眼镜嘛，对不对？啊，对。对。哦，好。他之前就是被看出眼镜，就是被我看的、啊。现在可是拿下眼镜哦，来势汹汹哦。干，决心了，扣环都拿下来了。他记得鸟不见了。看再来一场。再来，我要把耳朵拿下来。继续寻宝，有蠢的吗？没有，是长尾哦。哎，我怎么又是蠢狼哦？拿太快了。哎，巧克力怎么也在这里啊？到底哪里有箱子？你干嘛来这里？我上一场就来这里了，你又想要跟我来？哎，其他老公也在抢玻璃，这边四个箱子转啊转啊，我连外面一个都直接略过了，就他来这。都是玻璃耶、欸，满满的玻璃。对啊，都玻璃，都是玻璃，都被拿光了。玻璃啊，二零，你怎么在游泳啊？啊，我在找玻璃宝物，水里面有箱子，水里会有。对，你怎么没有那么延迟啊？啊，延迟。我刚玻璃忘了，大概两秒后才飞。都是玻璃。哎呀，要晚上了，要晚上了。要是坏了，不是，那个位置应该是繁星。谁？谁？谁？在哪？哎、欸，在哪里？刚刚是不是亮了一下、啊？亮起来是狼，亮起来是狼。繁星、啊，繁星，繁星，繁星。先保一个伙伴。哎、欸，你是谁？不要动。谁？谁死了？繁星是狼。小雨生，不是。是呀，是狼。好久，可以拉我。相信我，团团，你们在干嘛？这里是哪里？是两个，是两个 ，peace peace peace， 跟我们。是空叶 block， 看到他了，他现形了。不是我，我看他现形了。那可不可以让我开一下那四个箱子？硬要开，硬要开。我好想开箱，我都没有开过。所以是一拳跟繁星，不是。你误导了。该撒药水了，我要撒药水了，抢宝箱了，抢玻璃，人家全部都是玻璃呀、啊！快点验明正身，走开一拳，二零，呀、yeah, ，我要黏着你， yeah. 哎，干嘛啦？是狼啊？我不是啊，他是啊，我不是啦，他就是，我不是，女巫来了，女巫还活着吗？我刚亲眼看见。哎，这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哦、oh. ，我看见杰克被砍哎、欸，看见杰克被砍，因为是你看着他砍，不是我。第一视角看着他，对，第一人称视角看着他，听起来蛮合理的。在现场，我们知道你在现场，现场你在现场，我知道了。而且你都在现场啊，你有你太奇怪了，我看哪边有箱子哎、欸，奇怪哎、欸。不给坐在你走开，好吧？干什么？云月，阿水，走开！云月，你怎么死了？谁杀了你？一拳！繁星杀人了，你不能再杀了！一拳，你为什么杀人？我没有杀人啊！不然云月怎么死了？这发言，不是我也没杀、啊，我刚好在游泳，我怎么到他脖子了？白痴哦！哎呦！
女巫，我就女巫还在啊，女巫做事啊，我就不是杀手，你在那边丢药水哦。他晚上无敌啊，要白天丢，要白天丢，不是。白天跟他，所以现在是怎样？我到底能不能杀？哎、欸、皮，你是女巫哦，我来保护你。一个狼人可以杀一个、啊，你还没杀就可以杀。我来保护你。不是我丢的，应该是恶灵吧？我来保护你，皮啊！如果是他的话，他刚早就丢了我三次了，好吗？哦，你看很会脱衣服哎、欸。为什么恶灵不会死？也是脱皮啊？那恶灵呢？其实我也是女巫啊，用打我啊，打我啊。好。我来了，我来保护你了，巧巧。其实也不用这样子啊。哎呦，箱子！你们快丢他，丢死他！我要活到开箱为止。开什么箱啊？到处都有箱子啊！景月，快跑！我已经在飞了，放心。我也飞起来了。箱子好多，全部都是玻璃。全世界都光了，我都没想放个箱子，满满的玻璃是那个，口炎 bug， 正反心了，正反心了，不要，我不想吃药，我不要吃药，那两个吃下去 OK 的，有人说。说叫那个女巫做事，我不敢跳出来，我怕被杀啊！你们快当真！哎，那时候还以为泱泱是女巫，丑开了。然后泱泱说那个是恶灵，我还想说他是故意说自己不是，真的不是，那也还真的不是。他说晚上我砍恶灵，为什么他没有死？第一天其实泱泱就他预言家开的、那個，他预言家开无敌，对，你要再砍他一刀。没错，你刚刚砍的第一刀是砍到他墨镜而已，把墨镜砍碎了，第一声攻击，不是吧？墨镜才是本体。一拳是你啦！等一下啦，我的麦克刚刚宕机要重开啊！压力好大，而且一拳开场就说为什么又是，我这个傻眼。我们今天四场全部通档哎、欸，打他啦！我先丢他，是个坏女人，这个坏狼，坏人，坏狼，坏狼，拍狼，拍狼，哪有？四只狼，下一场这么多，泱泱应该也是狼喽。对啊，是泱泱啦，那一拳，一拳，搞不好我是蠢的、啊，不是一拳就二零啊。嗯，哈，啊，也听过好事成双嘛，接四连五嘛，所以有四就五啊。金丝莲舞有这句哦？没有啊，有没听过。接二连三吗？有啊，接二连三接四连舞吗？白痴！我刚刚真的一秒钟相信。这是接五连六啊。对啊，对啊，对啊。哦，我会这个成语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老师教。以前讲的都是老天电子音。我想吃鸡。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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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哇哇哇哇你怎么那么想要塞满我羞羞脸真是吗加大吧谢谢来来来我们这一场四四四四好四个猎人四个女巫四个存在四个、好因为这样总子也会十六所以就是十六取十、好的对好所以就是狼人可能最少可能只有一只，嗯哼，听起来好难过、哦。对啊，对，但最多有边缘哦，好不好？四是难预料。好，四打的，我不懂了，打的什么？哦，也有四个蠢蛋哦，所以你直接有可能是蠢的哦。对，蠢的，我要当蠢猎人了吗？你是什么忍者或是预言家的，一定就是蠢的啦。Koya Black是狼，好、哦，明明还没完蛋。你为什么知道？中介之眼了，知道。我预言家，
预言家，预言家是蠢的，因为晚上的，那晚上才知道嘛，哎呀，不是自由心证不是吗？哦，重点是没有预言家，所以你一定蠢的。我总要都棒啊！什么？谁有棒？我要有棒，棒棒！我多一天，你要不要？好好好。